家好，我们是僵持不下的臭脸。我们是僵持不下，僵持不下。我是杨逸轩，我是魏哲。耶、我们今天要干嘛？我们要来玩圣诞节，大家都会玩的交换礼物，大家都会玩吗？蛮多人会玩的。那你圣诞节平常会怎么过啊？我其实没有很常过节日，就跟你不常过生日一样。我那不过生日，我就不吃蛋糕，你知道谁？顾不下过生日啊。哦，顾不下，对。好，那你平常怎么过？我其实也没有很常过圣诞节，就不是跟家人吃饭，或者跟就是跟朋友去，然后去也像这样租一个民宿，然后我们会去玩。那这次你跟我出去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拍就出来了？好，那我们要交换礼物，我们来猜一下对方会送我们的东西。好难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是送对方什么？对，但我的很棒，我的也很棒啊，想到像我的很假一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送你的东西你会喜欢。我送你东西你也会喜欢，确定？确定，因为我看着你喜欢。那我们来猜一下是什么？哇，我这样想到很明显。我一定喜欢，我想看。你先猜。你说我一定喜欢吗？对，香水。啊，猜中了，真假的？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好无聊。看一下。真是被我猜中了，但我还没有猜是什么香水啊，我只知道种类是什么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猜看我的是什么？我一定猜不到，这东西你没有。我觉得难猜耶，真的难猜。你知道我原本想说要送你十双袜子，因为袜子真的天真。所以我想说要送，可是后来我送了一个你应该会喜欢的东西，而且你没有这个东西。只要是你送我，我都会喜欢。所以我也没有想说你会送我什么。你会喜欢的东西，你没有的东西。我没有的东西。iPhone 十五。对啊。太贵。好期待哦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有那个金额有限。好，那我们来猜。我们在管金额的。那我们来猜礼物吗？我先猜你的好了，毕竟我已经猜到了你在哪里。那来，噔噔噔噔，现在不讲姜姜了，讲噔噔。姜姜，你一看到就会知道了。我一看就会知道了。对。哇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没手拿。对，好，我先讲为什么我送香水，因为我觉得香水对我来说蛮敏感，我对味道很敏感，我觉得闻到某个味道，我就会想起某个人。讲到香水，我就想到我们第一次读本的时候，逸轩回家第一句，对，就回家就马上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你是用什么香水？我说你好香。对，他说他一直让他出戏，他说那以后拍戏怎么办？然后一直出戏，一直出戏，一直出戏的。好，而且你送过我香水，对，我送过他两罐香水，所以我想要借这个机会送你一个香水，而且我为了这罐香水。真的是奔波，然后再往网路上找，就是因为这款香水很难找，难找，我觉得蛮难找的。那你为什么会挑这个香水给我？因为你知不知道我是香水达人，对香水很挑剔的。哎，哦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了，是我们之前一起出去的时候，然后我闻到一罐香水，我说这罐香水很香，对，然后卖完，但不记得是不是这个，是，问一下，是我记得，因为我。好像不是哎、欸，你是买错了。我记得，不像 是这个吗？它是什么调的、啊？我没有中文。你喷。什么一下？哎、欸，怎么味道不太一样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好像不是记得不是这个，不是哎、欸。是。你完蛋了！我要是、這個、是真 是真的是，绝对不是。我后来有，你真的是我跟你讲，是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就讲说是这一个。可是英文怎么会是这个？不是。这个味道不是我很喜欢的啊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闻一下，它是牛奶吗？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桃子还是麝香？这个味道我没有印象啊。等下再喷一次，很香啊。然后送给我的香水，它一直在喷在自己身上。好，是吗？就是我们有一次出去，然后、哦、对，然后你看到这个，然后就想买，然后但是没了。对，然后我就从网上找，然后又到别家店去找，好像是。啊、所以现场也没有，现场有啊，我跑了几家都有。啊，是可以的，没记错。我真的没有印象哎，因为那天闻太多了，但这个味道是好的。就是找一下啊，好像是哎，现在后味好像就是我喜欢的那个。哦，我可以了，但是被我猜中了，是有点尴尬。嗯，对，但其实我一开始。你是为什么想买这个？因为你那时候不想要啊，就这样子。哦，因为想我那时候想买，可是已经没有货了，所以就好。可是我当时看的是100墨的，没有100墨，我刚刚被骗，最多是50墨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想我的话，你就可以分出来。好，
在换你猜了。我猜不到，我直接猜不到。那我这礼物我也是跑了很多地方才找到的哦，真的很难找，干嘛？就当时就是知道要买礼物，只是我太忙了，所以没有什么时间。然后在要拍这个影片的前几天，我才跑去买，而且是真的跑很多，跑很多地方。我整个台北市新北市都跑了，然后才找到这个东西。虽然说后来我网络上发现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卖，我自己一个在那边找，你知道吗？你来打开看看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一定会喜欢，可以倒过来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把它拆开来看。哦，是松饼机吗？它是热压吐司机，很可爱哦。它是行李箱的样子，你看，它是一个行李箱的样子，超可爱的。你可以把它打开，因为我看了很多，它都是那种比较一般的，就是机器盖上来。可是它长得很，它就是一个小行李箱这样，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会啊，你不会用，可是因为你知道它很简单，好不好？你去把东西放进去，然后压一压就好了。就吐司，像它是热压吐司，你可以就做那种，就是三明治。我可以继续买吐司，然后放料，放刷一点油，然后放起司，起司这么多，然后这样盖下去，然后插电，对，然后就可以做。然后我会买这个是因为你平时早上都起来一定会喝一杯咖啡，但我觉得只喝咖啡有点太不健康了，所以你就可以去囤一些吐司，然后你想吃的，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自己做一杯咖啡跟一个吐司吃那样。我今天早上就是泡完咖啡之后，我就觉得真的要吃一点东西，但家里没东西，然后我就想说好吧，那没办法，我就一样是喝了咖啡就出门，然后我也没有吃东西。现在有了这一台，我就可以。但你知道它原本有一个是可乐的模样，可是我觉得看会有点腻，因为就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，就是放房间或是你餐厅会比较不违和一点。那你要帮我用给我吃吗？我也不用这个。但它真的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它是行李箱的样子，哎，它是行李箱的样子吗？其他它就是一个行李箱的样子啊，我很喜欢，而且很实用，真的。好，谢谢啊，我很开心，而且很实用。好的，那礼物成功，接下来就是祝福大家，因为要圣诞节了，对，马上圣诞节了，还是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是圣诞节当天吧？对，那我们这边祝大家一人一句好了，好，圣诞节快乐，新年快乐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， 耶，拜拜。